Suji volunteer Tan Yen Ting is a full-time housewife. After attending Suji Humanity Academy with her children, she learned to respect all living beings. She starts by transitioning what is served on the table, joining the vegetarian rank. 我的大女儿读一年级了，然后我就带她报名这个慈济的人文学校，有机会看到生命的呐喊那个影片。那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很震撼哦，直到那一年的七月吉祥月，我就听到纪藤师兄在台上分享，特别是有形容到那个杀那个田鸡啊。 那时候我有播那些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残忍，因为在这之前呢，其实我很喜欢吃的其中一道美食就是宫保田鸡咯，我就觉得心里就有一个声音一直问自己，我为什么我要这么残忍啊，去吃动物的肉？我觉得是我自己对动物的那个悲心已经被启发了，所以我才可以就是一念心就是坚决要茹素。 当然，过后我也是会面对一些考验啊，就是怕跟朋友一起去出去啊，会引起麻烦烦恼。到最后他们都会配合我，就是讲啊，跟你一起去吃，就吃一些有素食的地方咯。他们平常已经都在吃肉啊，他们就是讲他们不是素食者，但是这样子跟我出来哦，他们有机会吃到素食啊，也是很好的体验哦。 然后我就觉得，只要我们不放弃，向身边的人推广，他们也会慢慢地对这个素食改观，喜欢上素食的。然后我记得我如宿过后呢，第一年新年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拜天公就是要拜烧猪这样，而且是整只的。看到这样子其实我心里也是不忍心啊。 就有一直在劝啊，会跟自己的亲人讲，他们也是觉得，这个都是一路来的习俗啊，就是每一年都这样，不可以改。但是我没有放弃啦，我还是有讲。第三年的时候，那一年回去就没有看到他们就是拜这个烧猪。我每次每一年这样子讲你认为可能人家没有听，但是其实别人都有在听着。 只是可能时间长短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在跟别人劝诉，也许我们不经意的讲，你认为别人好像听不进，但是没有，我觉得他们是听得进的，只是他们的因缘还没有到，就是因缘成熟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有转轮回数的一天哦。多一份善念，多一份平安，一人一善，远离灾难。